叫神兽战队，收到请回答。糟了，他们失去联系了。有了。你们也有今天。这就了结了你们。什么东西？我走错地方了。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和他们一起。人呢？煮熟的鸭子飞了。啦啦啦啦啦，早餐来了。怎么都还在睡啊？你怎么才来？慢吞吞的。你速度快，你又不去拿。我可是救出神兽战队的大功臣，当然要好好休息了。我才是大功臣，要不是我吸引敌人的注意。嘘，安静点，让他们再睡一会儿。哼，别跑，只我一拳。这里没有屏幕，不会受机械兽直播影响，看他们睡得多香啊。这里空气清新，风景优美，真舒服啊。是啊，真应该多出来走走，亲近大自然。小可可小姐姐们有没有想我们呢？你们又来打扰本小姐睡觉，还敢找上门来。你们跑了，我们只能来找你们喽。别跟他们废话，大家动手。灵犀舞云，吴博士、周老师，你们先走，这里交给我们。你们小心。加变身。关爱生命，心存悲悯，爱心机甲武装。神鸟超人战斗。是生命，不许伤害他们。我就伤害了，怎么样？本小姐最讨厌伤害弱小的人了。召唤神兽金刚，小心！想偷袭我？看我的一剑切割！
驾驶技术高超，稳住了黑战机。真没用，还是得我出手。不用啊！机械兽被化了，大家召唤神兽金刚！召唤神兽金刚！甜心泡泡蛋，哎，大家小心，别再被泡泡碰到了。泡泡威力还挺强的嘛，看我圣骨金刚火好炮。小心点儿，别伤害到梅花了。遵命，大小姐。哼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还没出绝招呢。少废话。什么？这是我的幻听泡泡，你们的伙伴正在里面做噩梦呢，怕是在梦中打起来了吧。大家别被困住了。灵犀惊能盾，张力小心。不好，很快到你了啦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直播是不是很精彩呢？喜欢我记得给我点赞哦。不能放弃，我一定可以救出他们。怎么回事？连导弹都说不破的泡泡却被梅花刺破了。那好，刚刚怎么回事啊？大家没事了。不好，这些臭梅花坏我的好事。拿没有反抗能力的梅花出气，算什么本事？给我停下！玄鸟惊能飞吻！好机会！神鹿惊能弹弓！周老师，他没事吧？他没事，只是太困睡着了。哇，这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终于结束了，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，以后要好好睡觉，知道吗？
那我们回基地再好好睡一觉吧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